们现在来做这一款产品啊。先试一下啊。少放一点啊。喷洒一点水。现在我们开启电机，转速是2400-2500转速，然后时间是35秒。现在我们开，我们来看一下产品啊，干干净净的。清清爽爽的。包括这两边这个小孔和这个小孔都掉了。挺不错的。